好，那好，欢迎收看今天的《Golden Island》的全程翻译的游戏实况。那我们接续昨天的剧情，是讲到他最后在他老哥的引导下呢，去找到他母亲的所在地，结果呢，在那里的竟然是一个坟墓。坟墓上面写他妈妈的名字。那卡莲呢，看到对此，他感到了非常绝望，绝望到开始有点痛哭流涕。那 Setsuna 对此他的看法是，这就是你他哥哥啊，那个你就是他哥哥，这就是你想给你妹妹看的一个事实嘛，看的一个绝望啊。那我们追讲到这边嘛，哈，对，你就只是要像这个家伙展现所谓的绝望吗？不撒开呐！开什么玩笑？妈妈，多起来！你做这样的事情，这样让你妹看到这样的事实，能有什么改变吗？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你究竟期望他看到这个东西之后，能有所什么期望吗？你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啊，妈妈？究竟谁能拯救这样的小孩？能拯救这样的 money 呢？教えてよ。私はこれからどうしたらいい？告诉我，我今后到底该怎么做？雅嘎德，终于呢，卡莲呢也逐渐变得蹲在那边，然后变得一动也不动了。如果说呢，我们要持续向前继续迈进下一步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继续向前迈进了，而且呢，必须要在两个人的互相支撑之下呢，这件事情才能持续的达成下去。但是这里呢，已经是世界的尽头了。在这样的地方呢，该如何继续向前前进才好呢？我们来到这里呢，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离日落呢，已经相当的接近了。我必须要回去啊，モドラナクネアイケナイ。但是呢，卡莲呢？卡莲在这之后呢，会变成怎样？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是一个一次モノ，一个平时所会做的考虑。虽然说是一个短期的，但是呢，能让卡莲能依靠的人呢，已经是有啊，就是塔罗内鲁零年诺伊奈的。对于卡莲来说呢，能依靠的人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卡莲要作为一个人这样生存下去的那个时间、那个期限是，有限的。次郎下周绝望篇的时间改播未来篇，不是啊，不是九月几号啊？干，看一下，现在有双萤幕跟好的电脑，跑起来真的比较爽。妈鸡，对，我看一下，9月29日放送希望篇，对啊，
那至于橘用篇你说的那个时间改播未来篇，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两个不是隔两天还一天才播吗？他说：“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嘛。但是呢，我和他两个人的话，这个可能性也是可以的，就是行得通的。只不过呢，庆幸的是，就是说现在我要逃到哪里去都可以啊。但是呢，我已经体会到，就是我尽管逃得再远，逃得再怎样，但是呢，我身上的罪行呢，还是不会消失嘛。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我已经体会到了。哎呀，一下得，你莫，我多多考试卡了。比起呢被就是找到之后呢拖回去这件事情，尤里莫。我和卡雷呢，究竟哪一个人才会，优先的先，就是有所就是啊，我们决定放弃这件事情呢？我们的道路呢？俺たちにはもはやどんな道も残されてもは、究竟呢，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道路呢？あの、すみません。母三者の方ですか？は、誰？啊？誰？你们是来扫墓的人吗？回头看过去呢，有着一个拿着花束的女性站在那里。呀，但是呢，这个女性，有点过于的年轻了，大概是差不多和我一样，然后或是再大我一点点而已。从这个在那里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装扮、他的言辞啊，都和这个来扫墓的这个气氛啊，非常的相称，非常的符合。哦，瓦力，打扰到你了吗？加马达达拉。于是呢，我向前让出一步，然后让出了那个道路给他。啊，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なく、この場所に足を運ばれる方は珍しかったので。呀。不是啊，我是说，在这样的场所竟然会看到其他人来说是相当的稀奇啊。哦，卡这个女性呢看到了在目前的那个卡脸的眼睛的时候，就突然瞪大了眼睛啊。请你就是不要那么在意，不要在意，先让那个家伙在那边，稍微让他在那边待着一下。もしかしてご親族の方ですか？难道他是他的家人吗？啊，他的女儿。若いお父さんですね。哇，真的是很年轻的父亲呢。待て待て待て，我不是他父。摔到麦克风。慢点，慢点，慢点！不是那样，我不是他的女，他不是我的女儿啊！这家伙是故意在那边闹吗？还是天然呆啊？では、もしかして？では，难道是？是夏之美的女儿。然后呢，在那个目前的女孩呢，然后用复杂的视线呢转向了那个女性。究竟她是一个可怜、一个同情吗？就是她的那个表情是这样子吗？我不是很能领会这个表情的意思。但是呢，在那里的。ではでは、もしかして、もしかして。嘿嘿嘿嘿。他好像又有着其他的感情啊，所混杂在其中啊。あなたがカレンさん？
这个女性呢，被就是就把她的那个泪水啊、鼻涕都那擦了擦，擦了擦，然后呢，握住了那个女孩的手。お話はよく伺っています。お会いできて感激です。哦哦，不是啊，不是卡脸擦一擦啊，是这个女性呢，没有因为卡脸的那个脸啊，就是卡脸的脸上都是鼻水跟泪嘛，她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胆怯啊，然后就将她的手给握住了啊。我已经就是很久很想跟着你说话了，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让我就是这个老天呢、啊、有机会让我遇到你啊。啊，確かにどことなく面影がありますね。懐かしい。妈，确实是当时我所看到那个人呢，真的是相当的怀念啊，就是那个脸影啊，那个面貌啦。哎，なんだ？所以说他和他老妈クルミナツミ相似吗？呀，照理来说也确实是这样子啊，不然不认识也不会来扫墓啊，你怎么去扫一个人不认识的人的墓呢，对不对？除非是你同学嘛，对不对？除非是你的，像你好像也说不通，反正就是去扫墓一定是扫你认识的啊，除非你是被你拎着，然后可能被参加别人的丧礼，然后去可能去扫别人墓啊，对啊，那个才不一样啊、欸，就参加可能亲朋好友的丧礼，然后你去可能跟他爷爷或什么也不熟嘛，对不对？あれ？でも確か。離れた場所で暮らしていると伺っていましたが。あれ？でも確か改めて場所でもらいでねのなってしました。え？不过听说不是应该就是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所生活着吗？他是离这边有点距离的地方在生活着吗？我初めてこっちに来たんだ。まあ、对对对对、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来到这个地方啊。わざわざお墓参りに、立派な娘さんですね。你这样说好像就有点尴尬了。你是特意来扫墓的吗？真的是非常棒的女儿啊，好孝顺啊。いや、なんつうか、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ねえんだけど。不是不是、硬要说的话不是这么回事啊。その口調ますますそっくり。啊，这个语调真的是，看他老妈一模一样啊。所以这家伙到底怎样？就是为什么会这种小贝利小贝利哎，这么喋喋不休的对着卡琳讲话呢？ではこちらの方は恋人さんですか？所以在这边这个家伙呢，是你的恋人吗？啊，是你的恋人吗？这个家伙是那个。嗨。嗨。哇。好。じゃあ今日は結婚のご報告か何かですか？所以今天是来跟你母亲报告说你们要结婚吗？結婚呀，对，我们是来跟他讲说我们已经即将要生孙子了啊，即将可以看到他孙子。孙子呢？適当なこと言うんじゃねえ。孙子呢？不要胡说八道。そうや、俺たちにしたなことのな中だ。お前めとねの事情な。人前でんなことカミングアウトすんじゃねえ。不要在人面前公开这种隐私的事情，好不好 ？Coming out。结果呢，到刚才为止，那个就是一副原本要哭的那种氛围啊，那种气氛，怎么就是突然就不见了，你知道吗？结果呢，现在就变成了一次摸到就洗。平常和我在互动的那个卡莲呢，对啊。
五三风前，菲利斯错了吗？直男也就错了吗？唯一错的就是被专队友卖而已。God， 赤狼是菲利斯派的吗？是是是。素敵な恋人さんがいて羨ましいです。等一下哦，哦哦，本当なんなんだこの女性はどうやってやると？这家伙的这女性的眼神真的是啊妈哈。然后呢，真是羡慕你们这样的恋人呢啊。女性呢，真的是打从心底为我们感到开心，感到愉悦。喂，別にこいつは素敵でもなんでもねえよ。別に这家伙也没有那么说，也没有说的那么好了。またまたご謙遜を。きっと中宮先生も草葉の陰で喜ばれていますよ。他老爸也挂了。マジ？干他老爸也挂了。骂骂骂！不要那么谦虚嘛！我相信呢，在那个皇权九权之下的那个中宫老师就是他老爸嘛，一定也会感到相当愉悦的。啊啊！你说什么？啊？鞠躬先生？啊，申し遅れておりました。私中宮先生の教え子で山吹桃香と言います。啊，不好意思，没人来得及告诉你，我是那个。九宫の先生の教え子就是那他的学生嘛，他的门生嘛，叫做山吹桃香，叫做山吹桃香。学生時代、中宮先生には講師ともどもお世話に、あ、今もまだ院生をしておりまして学生なのですが。啊，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是一个。有帮助，就是和那个中老师呢，有看他有所，不管是在公司上啊，都有所交情的啊。现在我也还是在大学当的学生啊。呀，所以吧，应答给他。但你说中宫怎么了？你在说中宫末治的事情吗？这是位置吧？哎，中宫末。啊，末治末治，中宫末治，中宫末治。あれ、ご存知なかったのですか？え、ご存知かったのですか？再婚的事吗？哎呀呀呀，卡西，这个墓不是写着クルツ吗？中宮スエハルは彼女のペンネームですよ。哈？中宫末治是他的笔名。彼女のペンネーム、ペンネーム。当時は女性が研究者として成功するのは難しい時代だったらしく、あ、もちろん今もですけど。当时呢，那个女性作为就是在那个时代呢，女性要作为研究人员去就是闯出一番事业啊，是一个非常难的年代嘛。当然呢，现在也是不为，现在也是一样啊。研究者。昔から中宮末治の名前でさまざまな論文を出されていて、5年前に大学に招かれて助教授になられた後もその名前を。哦，所以说他以前发表论文的时候，还是五年前被大学招去当副教授的时候，都是用这个笔名啊！啊操！啊，大学啊，副教授，这个是等一下哦，院生哦。日本的院生是，我看一下，是研究生吧？我看一下。啊，对，院生。那我刚才翻错，他不是大学生，他现在是大学毕业之后，他当去当研究所院生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学科是日本，那是院生，院生不是大学生，院生就是我们所谓的研究生。哎，研究生混吃等死，再等两年的，哎。私たちの分野ではとても著名な方ですよ。私なんて高校3年生の時に先生の著作に感銘を受けて進学先を変えたくらいですから。まあ、他就是说我们就是也非常就是，我他たちの部門呢，就是呢，这个他那个桃香，在他们的领域是有非常。有名的一方嘛，然后瓦达西南德在三年的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期间呢，就是
非常感谢那个老师呢，就是在他的著作上啊，对我就是我的在我的升学方面啊，帮助了我非常多了。特にあの言葉、この世界には秘密が。特别是那个话，就是この世界には秘密が。太猛啊！哇嘞哇嘞，稍微让我整理一下头绪。听他老妈是，他老妈是说，之前呢他在海上站当过研究人员，然后呢就是在海上的站啊，照料着研究人员们的这个事情，我听过。然后呢，在那里呢，他和一个名叫做ナカミヤマツキ的人陷入了恋爱，就是对陷入恋爱。哦，所以说。这一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笔名啊。对，那君の分野で，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海洋地質学です。海洋地质学哦。哎，那个，所以是有关于研究人员的话吗？どうでもない。所以说呢，他老妈在海上 station 是一个 top， 就是首位啊，首席啊。所以说呢，库鲁斯纳兹米他是欺骗了岛上的人们，就甚至连他的家族都欺骗了，然后过着这个两地的生活。然后呢，在这个之后的五年前呢，他。station の閉鎖の日に本の，他是将那个岛上的封闭交给了本土，是不是？然后呢？但是呢，他继续在这个岛上继续他研究。先生は海を愛しておられました。きっと世界中の誰よりも。哦，所以说呢，他是为了继续研究才将这个五年前的时候把这个岛上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station 的那个避暑的那个东西交给本土的人啊，所以才继续他研究的。那老师呢，我相信他一定是比起这世上的每一个人来，比起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还要更爱着这个海啊，海。だからお墓も誰にも邪魔されず海を見られる場所にと。所以说呢，这个坟墓呢，才希望就是设在这个能不就是都能看到海，然后呢也能不被任何人打扰的场所吧。おふくろはどうして？母亲怎么了？今から一年ほど前のことです。出張中、地中海沖で事故に遭われて。在现在的一年前呢，就是从现在算起的一年前呢，他在。出差的时候呢，在地中海的海域上被发的事故中，就是遭遇难了。私もお供す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です。なのに先生が今の君はまだ大学で学ぶべき時だって。虽然呢，那时候我也是想要就是陪着老师去呢。不过呢，那时候我还是在大学的学习时期啊，所以。でも、あんなことになるんだったら、無理にでもついていけば。但是呢，要是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明知道不能跟去，但是我应该还是会跟去才对啊。ヤマフキモモカ，他拭去了他脸颊上的眼泪。すみません、ご息女の前で取り乱してしまって。すみません、在他的女在这个他的女儿面前呢，搞得这么七零八乱了。いいよ、おふくろのこと慕ってくれてたんだよな。要いいよ、我相信我妈妈一定会以你为傲的。はい。は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 Kona Cookie の中で口にするのはあれだか、これはもしかしてもしてからすると，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现在这个氛围、这个空气下，就是我们所谓的 cookie， 就是会被读现在当下的气氛嘛。他觉得现在的气氛呢，应该可以说，哎、欸、，Colin 能不能托给你照顾这样子。そして私も先生から並々ならぬご寵愛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我也得到你，所以你是喜欢老师是不是？你是百合是不是啊？そして我是从老师那边得到了异常、非常的一个宠爱啊。啊，自己这样说。そっか。おふくろは幸せだったんだな。そっか，母亲看来是相当幸福啊。呀啊，喂，快点！确实，今天有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让你这样子啦，甚至就是让你有点感觉都麻痹掉了。哎。今日は先生が関わられた最初の海底探査基地、浦島基地がその役目を終えたとのことでご報告に参りました。今日はね、今天就是一个，因为我进去调查的是和老师原本在有跟他有关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是一个最初的一个海底的探查的基地，也就是那个浦島的那个浦岛的那个基地。哎，这个任务终于结束了，我是来跟他报告的。海底探查。それで、或许是有关于那海上的事情吗？はい、よくご存知で。あ、お二方は浦島からおいでになったんでしたね。まあ、啊、真不愧你们真清楚啊！对哦，你们也是在那边生活的岛民嘛，对不对？羨ましいです。先生の夢が始まった場所を私もこの目で見てみたかった。啊，真是羡慕你们呐、啊！那个是就是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梦想开始的场所、啊，我也真希望 我能见见那个地方啊。在五年前呢，被厕所没有五年前就是被人遗弃了，然后再也不管。然后呢，在昨天呢被破坏掉了那个海上站，在那个地方呢，有着描绘着他老妈的那个梦想。他母亲的那个梦想，不要他老妈，老妈听起来不太好哎。究竟呢，他是追赶着怎样的梦想呢，才来到了这个本土上？然后呢，在这边呢，他又是 Dona Yume o Minakata 啦，他又是一边做着怎样的梦呢？然后呢，在这边长眠着呢。先生，浦島基地は空振り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先生の夢は。今も受け継がれています。他就跟他老师报告说，这个探查的这个任务呢已经结束了。老师，你的梦想呢，还是继续的被我们学生所继承着。来年にはサンタマリアベースが完成します。サントリーニベースもようやくギリシャ政府から建設許可が下りそうです。哈？サンタマリアベース、圣母玛利亚的。基础完成了啊，来明年就会完成了。然后呢，也总算是从希腊政府的那边取得了许可证。すべては先生が浦島基地の失敗に負けずに戦い続けた成果です。全部呢都是因为老师你在浦岛基地上面的失败，没有就是因此而就是没有放弃，然后你持续的战斗，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度こそ。即便如此呢，就是我和卡琳也觉得他母亲的身姿就在那里，将那个家族的事情呢，然后放置不管，即便是放置不管呢，也想要追求着他的梦想的那个他的身影呀。所以说呢，他母亲呢究竟在研究些什么？一瞬间呢，他的脸神就是像闪耀的起来。キラニド。それはですね、それはですね、世界各地の古文書に残されている。あ、守秘義務がありますから。啊，他是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古文书啊啊，要保替我保密哦。好。なるほど，那个动作真的是有点。韩仔啊，
很受苦，真的是太犯规啦！这动作。谁知道？谁知道？哦，奇怪奇怪，我不是，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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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啦。ちげえよ。この間言いそびれてすっかり忘れてたんだけどさ。啊，ちげえよ，不是啊，不是在说，不是在说你不能对其他女孩子那个就是示好什么示意什么那个，是说我最近有一个要跟你说的事情，但是我完全忘记什么话。结果呢，卡莲一脸显现出一种犹豫的样子。そして、海で溺れた時、なんか見なかったか？哦，你在海水，你在溺水的时候呢？你在海底有没有看到些什么？哎，もしかして、你也看到了吗？お前も見てたかな？見たのだか？所以说呢，我以为那只是梦的。だってまさか怎么会在海底看到那样的生物呢？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现在仍旧还是不明白。就是那个触手啊，你还记得吧？海底有触手啊。但是呢，就是だけど俺たちはそれの言葉のするのための単語の知っている。我还是知道，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あれは確かに。我们声音重复了。龍宮城。龍宮城。まさか実在していたのですか？啊，所以说那是实际存在的吗？求什么番号啦？看一下这个，干自己不会下载你。好，对对对对，虽然说没有很清楚的看到，但是我确实确定海中确实有着什么。那绝对是龙宫城啊，不会搞错的。しかもその目で見たと。しかも，你是用那个眼睛看到的吗？くらい。然后呢，モモカ呢就是站起来，然后就突然有点晕眩了起来。先生，先生，先生のお考えは間違っ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よ。先生，先生。你那个当时的所说的那些话真的没有错哎。あったんですよ。本当にあったんですよ。好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是有着秘密的。この世界には秘密がある。あ、確かに秘密はあった。秘密を解き明かせは革命で OK。嗯、革命が起こる。当这个秘密被解开了之时呢，将会引发革命。啊，こりゃ間違いなく革命だ。喂喂，真的不愧是你老妈了，怎么竟然会是马萨卡？真的难，竟然是在找龙宫城啊！哈莲，哈莲呢？看着母亲的坟墓呢，然后呢，停止了他的动作。おふくろは夢を叶えたんだな。哎，母亲呢？她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呢。バカみたいにでけえ夢を。明明像是一个笨蛋一般的梦。看着呢，卡莲这样的身影呢，总觉得异常的渺小。其实呢，我们也是异常的矮小啊。哎，就是呢，比起呢，在这个。为了追赶梦想呢，在这个世界到处奔波的他的母亲呢，相比下来呢，我们真的是完全敌不过啊！然后呢，我放在他头上，哎，但是呢，我发现了你，对。だけどよ。なんだけどよ。你母亲呢？确实是实现的梦想呢。Oh my god！ 或许呢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事实啊。因为呢，你那一天呢，在 Oh my god 啥啊？哎，在这个开西鸠的 station， 你那时候游泳到那边的嘛，然后呢？
看到了这个海上站，所以打算以这个作为目标呢，所以才找到了你的母亲，找到你这个梦想。即便呢，在这个过程呢，你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挫折，尽管如此呢，所谓 demo， 你还是来到了这里，哎，找到了你想要的答案。对于这样的你呢，好好夸奖你自己吧。そうですよ、カレンさん。さすがは先生のお子さんです。最高です。嗨嗨，最高最高。别让尽全力靠过来啊，这家伙。カレンさん、私。私も。啊，抱上去了。这画面太白了，我无法直视啊！やめろ、やめろって、私にその気は。嚯！他母亲的爱徒和他的女儿，这个真是一个相当美妙啊，无法直视的一个啊画面啊。ちょっと待って！你要对我的カレン做些什么？こんなことしてる場合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ぐに戻ってみんなに報告しませんと。いやいや、现在不是在这个场合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了。我必须要赶快回去跟大家报告这些事情了。突然放开了カレン。それではお二方ともごきげんよう。啊，ごきげんよう，拜拜。然后呢就跑走了，拜拜。哒，出乎意料的，然后又回了头啊。私、宮浦大学理工学部の西山研究室におりますので、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ご連絡を。まあ、我在那个巴拉巴拉巴拉这个东西的这个研究所巴拉巴拉。如果说呢，你有需要的话呢，就跟我好好联络一下啊。死ねえよ！才不要了，死才会跟你联络嘞。哦，但是呢，空洞可守，一他又打那，结果呢，到底是怎样？那家伙，哎。知らねえよ。知らねえよ。嗯？哎，啊你怎么脸红啊，卡脸？难不成你是向着那个百合的道路，然后你内心的那一份百合的那个什么性向觉醒了？いきなり抱きつかれたら誰だってビビるだろ。突然被谁抱住，任谁都会害怕吧？哦，那么我也来试试看哦。いいから、そういうのいいから。モモカ是，应该是吧，应该是没错啊。我查一下是不是，应该是吧，我看一下。哎，对，モモカ他的声优是没错，哎，哎呀呀呀呀呀，对，他的声优没错，我们的雅一奖，应该叫库玛奖，我知道。我记得他的爱称叫库玛奖的人，卡库玛阿姨，卡库玛阿姨。哦，哥哥基佬，妹妹百合，是好呀呀呀呀！好啦啊，你也不用顾虑我，不顾虑我，好啦，啪，一袋。やめろっつの！おふくろの前で。在母亲面前不准抱我。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不行？あいつはいいんだよ。おふくろが認めた女なんだから。哼，你说他是被母亲认可的女人，所以可以啊？我又不行吗？我也是被你母亲认可的男人。なるほどな。哎，好啊。妈，很奇怪的孩子啊。不过呢，总觉得有着就是相当厉害的实力呢。Power だったな。啊，キラキラしてた。呀，キラキラしてた。それに比べて、私たちは相较起来呢，我们一个离家出走的未成年，然后还有一个是头上顶着罪犯的一个犯罪，罪犯。私、やっぱ島に戻る。啊，你要回去了？哦，そうか。驚かねえのか？
你感到很吃惊吗？啊，总觉得你也差不多该说出这句话了吧？俺たちはあまりにも矮小すぎる，还是过于的，太过于矮小了。要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还过于的不够成熟啊！即便是现在，也还不够成熟。おふくろに顔向け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また来る。等哪天呢，我有那个面子，能站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呢，我会再来的。今度こそ、自分の力で。而且那一次呢，将会是以我自己的力量哎。そうだな、これがいい。それがいい。だから切な。だから切な。啊，我也该就做我该做的事情了。对于等候着的，或是被等候的资格呢，就是被他等候，或是他等候他的那个资格呢，我已经完奈，我并没有。過去のもったいない俺は誰か。隣に立てるのは過去の手に生えてた。啊，哎，没有持有过去的我来说呢，就是不管就是我站在谁的旁边呢，就是。应该怎么讲？他应该是没有资格吧，或是怎么讲？哎，所以说他必须要去入手他的过去。じゃ、決まりだな。嗯，决定了。じゃ、決まりだな。そうか。カエンの选择有了，然后呢，我的选择也有了。またな、おふくろ。またな。向着，他再一次见到的家人呢，宣告了暂时的别离。またな、切な。またな。结果呢，他也要和我到现今为止的伴侣做了一份暂时宣告的别离，离别啦。またな、カレ。这是我们最初的一步呢。然后呢，もう少しだけ先だ。这仅仅只是最初的一步呢，但是我们也向前迈进了嘛。现在只是一个还在助跑而已啊。是一个为了要找到梦想，然后为了这一份梦想，要追寻这份梦想呢，所付出的这一份力量，所付出的这一份时间。那啦，为了要真正站在起跑线上的那一天到来呢，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做一个助跑。为了那一个总有一天某一天的到来呢，用尽全力的奔跑下去。噔噔噔噔噔，哦，好听哎，不错不错。君の横顔を見上げられないよどうして恋をしたのはいつから突然の雨同じ屋根の下偶然いつまでもこのままでいたい立ち合わせに寝た日も声聞けない日も振り返れば今は宝石みたいキラキラ男主角的判决不重要啊，那个不重要啊，这个故事就是讲述，对啊，他先抛给你一个
答案就是这个世界是有着秘密的，在那个海里有些什么，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在其他线就会做解释了。